嗨，大家好，我现在要介绍一个产品，那个产品就是叫 Sally Sally Product RP7。 你需要做几个实验关于这个 RP7 的用途。 OK， 现在我就是要用这个 RP7 来做实验，这三个就是我的实验品，现在我就用 RP7 来做示范给你们看。第一就是这个螺丝是生锈的，过后我就用这个 RP7 变成弄成它比较润滑一点。这个就是 RP7 的用途，第一个用途，任何生锈的东西都可以弄。第二就是像这个钳子这样生锈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用 RP7 来弄成它比较容易使用。第三就是我们这种大部位的 sticker， 一路来我们要撕开这个 sticker 后面都写 glue， 这是 RP7 的用途，也可以除掉后面的那些 glue。现在 RP7 第四个的用途就是门的杂草声。假如门的有声音，我们就 spray 去那些门缝关了。OK， 大家，现在我就介绍完了这个 RP7 的用途。现在这个 RP7 是有两个 size， 第一个就是这个 150G， 第二个就是 300G。 现在每一间五金店都有销售这个 Sally RP7， 请大家多多去 support 这个 product， 和记得现在去购买哟。